每天一奇闻，生活好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可。被蜜蜂蛰的感觉啊，可不好受。但是很多人都听过蜜蜂蛰人就会死去，这到底是真的吗？蜜蜂身上有什么秘密吗？本期大可看奇闻话题，蜜蜂蛰人，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人遇到蜜蜂的时候，如果人想要伤害它或者是驱赶它的时候，蜜蜂会出于自卫的本能蛰人。它们是使用腹部蛰人的，那些蛰人的蜜蜂只是工蜂，因为工蜂发育不完全，刺针由两根副刺针和一根背刺针组成，这些刺针连接着大小毒腺和内脏器官。工蜂的副刺针尖端上有好几个小倒钩，工蜂蛰人的时候把针刺插入人的皮肤之后再拔出来，因为小倒钩牢牢地勾住了人的皮肤，所以在蜜蜂蛰人飞走的时候，针刺和一部分内脏也会脱落下来，没有内脏的蜜蜂就会死亡。蜜蜂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蛰人的。蜜蜂飞行过程中的定向主要借助地表特征、太阳位置和偏振光。显而易见，地表特征的空间分布格局有助于蜜蜂辨别方向。蜜蜂能通过生物钟计算出太阳的位置，而且即使在阴云密布的天气条件下，蜜蜂的眼睛都能够敏锐地感受到穿透云层的紫外线，从而判断出太阳的位置，保证蜜蜂在阴天时准确导航。还可以利用地磁极性导航，科学家对蜜蜂进行过实验，发现它们非常聪明，通过训练可以学会踢足球，因此获得更多的蜂蜜。而且蜜蜂还有一个惊人的能力，能够用类似臭脚的味道区分自家伙伴和陌生人的味道。而作为蜂群最大 boss 蜂后，在它的殖民地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主要任务是不停产卵，每天几乎都要生1500个孩子。然而它的黄金年龄只有2年，通常2年以上的蜂后繁殖能力会逐渐下降。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，这意味着蜂后对整个蜂群来说贡献越来越低，它可能随时会被替换掉，蜂群会重新培养一只蜂后。每只蜜蜂每天需要访问成百上千的花朵，每次采蜜量平均0.04克，有些蜜蜂穷尽一生只产3克蜜，所以它们相当不易。科学家甚至还研究出蜜蜂晚上休息的时候脑袋非常活跃，科学家认为它们可能在做梦。那么蜜蜂怎么度过寒冷的冬天呢？实际上它们体内存在甘油，这是一种天然防冻剂，帮助它们在低温中生存。相信大家对蜜蜂有了进一步了解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